去舞团，遇到渣男怎么办？交给我们吧。别老说自己是渣男，当渣男你可能也不配。当渣男你不配，唱歌跳舞也不会，长得不帅个人也不高，存款没超过六位，只有跑车吗？还是估计路易不嫌贵？你有腹肌和胸肌吗？这个让他靠着睡。当渣男你不配，当渣男除了爱你什么都得会，不是那块料只怪你洗洗睡，珍惜遇到的宝贝。散会。一二三，记得2000年夏天，一起躺在海边聊天，发现有你在我身边，整个气氛悠闲，仿佛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手牵手，一起走向远方的夕阳。复兴舞团，你们可以给大家送上新年祝福吗？祝大家有数不完的零花钱。